这是班尼斯摆在门口的花。明天就是母亲节了，正好有事情到这边来，看看班尼斯为母亲节准备了一些什么兰花。主要是大花卉兰，门口就只有大花卉兰。走进去之后，倒是也发现了一些蝴蝶兰。现在是悉尼的秋季。大花蕙兰正是陆陆续续上市的季节，还有菊花。走进店内，首先看见的也是一车大花蕙兰，颜色倒还挺多的。看完大花蕙兰之后，也看了一下不太多的蝴蝶兰，哎，有一些蝴蝶兰在打折，我看那个叶子的状态还是可以的。只不过我家里这个太多了，所以我没买。最后还又拐到 COS 门口看了一下他们卖的花儿，哦，这就是巴尼斯的蝴蝶兰了，就这么零零落落的几颗。这是大一点的打折到20，小的打折10块。看这叶子状态还行，很适合用来练手。往年这个季节，巴尼斯还会有兰花小苗。今天我看了一下，没有，只有那种空气植物空放的苗，好像价格还涨了一点。裸根的玫瑰苗也开始有货了，如果您想买玫瑰苗，可以经常去巴尼斯看看了。不过今天我看的倒是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品种。